对对对对。那今天我们前头呢有组队 PK 了，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组队 PK 的游戏。哇！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就是你画我猜。是你比划我猜，肢体语言。对，但是既然咱们是一个法医的行业，所以我们提供的词语呢也是跟法医的行业相关的一些词语，哦，专业的词语，专业课考试，朋友们。哦，我们的强项。哎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没事吧，周老师？怎么了，周老师？没事，擦擦手。周老师，我确实像你们说的，马上给你小脑发育，可能不太平衡力不太好。好，来看好我的专业性啊！第一个，开始。哎呀，好猜！哎呀，太好猜了。哦，几个字先告诉他，但四个字他可能不太理解了。洗衣服手。哇！哇！哎呀，太专业了，没有话说。那哪一组先来挑战？我们现在也行啊，走吧走吧，走。每队有两次 pass 的机会，直接过掉。好，开始吧，倒计时开始。啊！不能说话，不能说字啊！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然后没有没有，就是。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，嘴怎么管不住呢？今天重新吧，什么？几个字啊？两个字。哎呀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没我玩过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然后，不能说话。四班。哦，对。哇。哦，四个字。哎，不许说话。哦，四。好。这个大力神，这个是什么？肌肉松弛。陈思答对了，陈思答对了。嗯，这个好难，这个好难，这个怎么猜得出来？这个我直接 pass。腐败经脉网。哇！点状出血，啊？对，什么？啊？什么？点状出血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陈实这么厉害，啊？这怎么？这不点吗？卷官。对，哇！啊，这么快？陈实今天小宇宙要爆发了，啊？这很简单，三个字嘛。高低温。五个字，就腐败经脉网呗。